会不会有障碍？应该不会。再等等。小芳，负责警戒啊！注意，别让月二师的人知道。是，跟我走。池上，你赶紧回宿舍，千万别出来。 别客气，别客气，俺们是鲁宅的泥瓦匠。泥瓦匠？深更半夜在这儿干什么？是这样，白天在这干活的时候，东西给丢这儿了，晚上过来找找。 大半夜的，怎么有枪声啊？枪声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已经派人去查了。那你们这前来有何事啊？想进去看看。这园子里有啥好看的？这不是吗？秦卫城交代了，说财宝就在你们后花园。子龙，子龙，出来！来呀，来呀！ 方队长，这大半夜的怎么回事啊？这乱成这样了，你没听见？谁叫的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开枪了。不知道，这查呢。去看看。好，走走。 就在这儿吗？啊！挖吧！赤匪都已经来了，走了！这赤匪又来了！
刚才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伙奸细，发生了交火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两个死了，剩下的跑掉了。王队长，这家伙还没断气，还没死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们几个把他抬回去治伤，千万别让他死了。是是，抬走。张木九的别动队在后花园发现了三个奸细，然后发生了枪战，一死一伤，还跑了一个。奸细什么情况？不太清楚，我叫子建兄去追了。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张木九押着秦威成去了后花园。难道是秦威成扎功了？按照时间推算，特使令该到了。张木九这条老狗，要不通知我一声。走，咱们走一趟。这样跑不是办法，主子，你背上老姜，咱们抄近路回杂货店，你们继续往前走啊！哎，好。财宝呢？不是我明明看到他们埋在这儿了。他自己能长腿吗？不是，那要不然再看看这边。你他妈有没有准儿？不是那特派员，你看你我这岁数也不小了，被卢再清和卢耀先他们折腾这么长时间，有时候会忘事儿。是不是鲁耀轩没凌迟你，你找我凌迟你呢？不是，特派员，咱还挖吗？去那儿挖。哎，你这什么？挖。在外面看着啊！两口啊，咱兵分两路追呀、啊！你缺心眼啊？就这么俩人，还兵分两路，全是撂倒啊！那咱们回去，回去？没看到方队长跟个疯狗似的，追这么一会儿就回去能交差吗？得继续追。那追，真发现赤匪怎么办呢？打呀！打个屁呀！打！我吓唬就完了。真打起来能是个吗？追！